今天我们聊黄翅鱼啊，听说这个是比较好吃的海鱼之一啊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盐水呛。第一步，我们在锅中铺上一层姜，然后把鱼放入锅中，撒上少许盐花，加入几个蒜头，增加味道，还有我们的葱段，加入少许油，加入水，然后我们开火，将鱼焗熟，鱼呛熟，打开盖子，大火收汁。我们将鱼收干汁水，然后给倒出来。中间剪开姜丝，摆入盘中，这样比较原汁原味啊，在家里都可以做，很鲜甜啊。